老车下凡来，人小志气高，用心听干恶，成就护法神。老车就是台湾民间信仰中俗称的三太子，伊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正手拿火尖枪，左手拿乾坤箍，法力高强，无所不能。老车以孩童的形象在人间示现，同款像一个囡仔，活泼、聪明，具有真性情，唔仅性格鲜明，也不畏强权，乐于打抱不平，赌博安良，以富弱济贫、消灾解厄为己任，也会因为一时冲动，意气用事而窜祸，但是伊知错能改，最终竟为错误中成长为一名风水五爷天君又不失纯真动心的少年英雄，因此成了让人民倍感亲切、备受欢迎的新名。众神在民间，故事代代传，欢迎收看《风神榜神之传说》老者的故事。佛法教导咱对待众生，袂当起分别心，袂当有骄傲、傲慢的态度。因为骄傲的人到后来一定会被家己打败，就亲像老车同一款，伊看袂起生个矮矮的土行孙，因为伊无啥物了不起，想袂到反倒转来，互土行孙欺人，最后佫将伊掠走。黄天化嘛犯了同款的错误，甲老车做伙被关入去牢房，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只有杨戬依靠家己千变万化的能力，幸运逃过一劫。伊赶返去军营，向姜子牙报告即卖情形。杨戬讲，土行孙的专长是遁地术，来无影，去无踪，而且伊的手中也有昆仙术。我惊伊的探半暝啊溜入来，咱一定要小心提防。姜子牙听完杨戬的回报后，觉得十分疑惑，心想：古流孙怎样可能会害人呢？这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温情。因此，姜子牙向杨戬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直接硬对硬，要用智取。以老虎看，土行孙今暗就会有所行动。你务必爱寸步不离的守在武王身边，千万卖让伊有机可乘，危害武王。果然，正如姜子牙所预料，土行孙为了能早日成功抓到定神玉，当暗便潜入周军的阵营内，企图偷袭姜子牙，却始终不见姜子牙的身影。土行孙只得再度钻入土坑底，四处行走，找寻新的目标。结果居然让伊发现石水中的武王。土行孙听武王喊声大作，赶紧钻出土面，随即内卡内手的行到床边，一刀便劈下武王的头壳，正准备提灯去向定九宫邀功时，伊突然瞧见旁边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妃子，长得比定神玉也搁较水，看甲长芳甜。土行孙顿时起了阴心，脱掉衣服，伸手想去调戏妃子，无想到就在这一刹那间，这名妃子竟然转过身来，一边抱着土行孙，开口讲：“何小子，你当作我是谁？你想要对我创什么？”哈！土行孙闻言，先是惊了一大跳，接着定睛一看，发觉这名妃子不知影什么时候已经变回原形。原来伊是杨戬，一旁被扑落头壳的武王也早就跟着消失。杨戬随后便领着土行孙去见姜子牙，只听姜子牙毫不考虑地讲，将伊拖出去斩了。不料，当杨戬换手提刀之际，一无注意，便让土行孙的脚去挥到土面。土行孙见状，
身躯马上往下一折，然后一扭，一个就无了踪影。杨杨武镇便无用一场，强子牙对于杨武镇随着一个小子，一时半刻间应该唔敢再来捣乱了。你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升起一撮吉隆山的飞龙洞，拜访古留孙，将事情的内容起码了解清楚。杨戬一看到古留孙，就问伊讲：最近过甲好吗？你的昆先生是咪无去啊？古留孙惊一条问杨戬：你哪知影？杨戬就将陶行孙的所作所为隆重讲出来。苦老孙听完真生气，忍不住大声骂：“这个不知道好歹的人，不但反背师门，也偷走我的法宝，我现在就要下山来修行。”就这样，苦老孙跟杨戬做伙回去周军的阵营，跟强子牙参详对策，因按照计划进行，让强子牙一个人徛数不穷，主动去向定九公叫阵。定九公得到消息，自然是派出陶行孙去对付。陶行孙拿出昆仙索，伊要用进前的手法来抓强子牙。强子牙一看到陶行孙，掉头便朝朱家阵营的方向走。陶行孙也不多想，迅速的追起来，一边追也一边借出昆仙索。万万没料到，这一回伊失算了，因为伊借出的昆仙索不但发挥不了作用，甚至也硬活活的漂浮在半空中。陶行孙十分纳闷，赶紧举头一看，发起彩云来觅到一个人，正是自己的师父古留孙。昆仙索就是被伊施了法，才失去效力。陶行孙知影自己的师父无好了，当场惊得半死，赶紧想为涂骹底装，好躲起摇摇。然而这个时候，只见古留孙的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笑着说：“你这个叛徒，看你能往哪里躲？”紧接着，一边用手掌随意的向下一击，地面瞬间就变甲比铁角也较坚定。涂行孙根本装袂入去，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古留孙撞到陶行孙的衫角，真紧便将伊带到强子牙的面前，将伊重重的摔在地上，并且毫不留情面地骂着：“你这个畜生，我真是目睭青盲，才会受你这种不忠不义的人做徒弟。今个你这歪脑筋到底是为哪里来的？就是受了下人的所属，害你甲强子牙作对。你若要将实招来，我绝对会让你吃尽苦头。”陶行孙听师父这样一说，这声终于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中计了。这几件事从头至尾拢是神功把设计的骗局，所以伊立刻临车求饶。当时将自己如何拄到申公霸，申公霸又是怎样怂恿伊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古留孙听了，停不不记，过了大约半刻钟，伊先是在强子牙耳边嘀咕了几句，随后又转过头来说：“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以自家人为敌。”差一点就坏了咱千教的名声，可谓恶行重大。本来为师应该好好处罚你，但考虑到一来你尚未铸成大错，而且如今是用人为财之际，因此为师决定暂时饶你一条命，爱你将处死处决去，留在强子牙这搭替伊效命，希望你能把握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岂料陶行孙听完，居然摆出一副靠酸的面，说：“师父，求求你放过弟子吧！弟子可以不参强师叔作对，却不能离开定九宫，因为弟子烦心异动，早已爱着了
丁九公的女儿，因父女两人拢待地主不薄，地主实在无愿意去攻打因，恩将仇报，也请师父包涵。吴尤顺听完，简直气到强要昏过去。强主牙在一旁看了，即是恰赞一声，随即出声安慰吴尤顺说：“师兄，卖受气。”这土行孙开始甲迄个女子有缘，若强行拆散因，也是罪过。事实上，我拄则有想到一条妙计，既能生人之美，又能让丁家妇女归附我救国。只要土行孙一切拢按照我的话去做，土行孙听到这答，面色心情一变，马上变甲眉开眼笑，想都无想便回答着：“无问题。事实如果能成全我的婚姻，我一定会言听计从。”事已至此，吴尤顺只好无奈的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小主，你无先界的福分，以后我也难得管你了，你自己看安那办吧。”说完便头也无回，返回吉隆山。小心动，你落车爱打抱不平。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甲父亲反目成仇，后来因为孝心感动天地，命苦接应。落车的故事是浪子回头，又充满传奇的一生。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划拨的号码42274784，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在丁九公的军营内面，老车被关在牢房，因为伤过无聊，就对黄天华讲：“俺来讲笑的比赛，爱讲家己以前做过好笑的代志。”老车讲起细汉的时阵，创治乌塔白塔的往事，黄天华听甲笑嗨嗨，可是讲来讲呢，老车都笑袂出来啊，声音也有一点啊，要哭要哭。因为伊想起每一届伊啊代志，母亲拢会用爱来甲包容伊。伫母亲的身躯边，就是上届温暖的避风港。黄天华看老车失落的模样，赶紧转移话题。伊讲老车，你要强叔叔会用什么办法来救咱呢？啊，那无咱两个人来小输，输的人爱打扮成一只猪啊。老车感觉亲像真好笑，就甲黄天华开始动脑筋，互相约刷落来的发展。老车甲黄天华说得有道理，因为因两个人完全料想未到，强主牙派出来的人既然是大神单医生。其实这个时候，丁九公由于土行孙被抓走，便认为自己绝不是强主牙的对手。因此起心动念，想讲，干脆干脆投降算了，免得到时候沦落甲像文太师那样凄凉惨死的下场。结果伊做梦都不曾想到，强主牙会使出这一招。梁九公觉得非常困惑，心想：这强主牙究竟葫芦里咧卖什么药？但不管怎样，来者是客。梁九公也是依照该有的外交礼节招待单医生。单医生一见到丁九公，就从容不迫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当然也将土行孙原先便是请教本人的事向丁九公说明。讲到最后，只听单医生说：“丁将军，土行孙说你已经亲口答应伊，要将你的女儿匹配予伊，也请你能信守承诺，讲话算话。如此一来，咱两边也能结成儿女亲家，从此免去一场战争，减少无辜的生灵涂炭。你讲，这毋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吗？”单医生凭着伊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丁九公是哑口无言。只能暗自在心肝底后悔。
当初为何没将话讲到遐尼紧？然而贾东定九公不知该如何是好，该怎样拒绝这门婚事之责？突然间，伊灵光一闪，然后看不出是真心也是假意的说：“老夫一向将神玉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假设真爱伊出嫁，除了选择良辰吉日，白做好礼之外，排场更是不可少，必须爱风风光光的才会使。所以希望恁也能提出诚意，请强先生亲自上门来提亲。”陈大夫听了，一口便说好，并且欢喜足足地回到周军的阵营内，向强主牙合兵。定九公派如意算盘是想要趁强主牙来提亲的时阵，设下埋伏，将强主牙给困住，然后派出监视队，将因全部拢给杀掉，永绝后患。只是你想的到的，强主牙嘛算得到，伊已经做好万全的计划，准备要来应付你。时间来到提亲这一天，强主牙带桃英孙、杨戬一大票的人，扛着阿爸一路热闹滚滚，前往定九公的军营。定九公将你阿爸全部拢甲收落来，欢迎强主牙入座。没想到孔子啊，才拄啊坐好，就听到一声真大声的声音，一群人手提大刀冲入来，带头的人话讲，将孔子啊的人头斩落来的人，当当有响，一顿厮杀的声音马上响起。说时迟，彼时快，孔子啊看见定九公亮出底牌后，马上不慌不忙的挥挥手，只见。一挂随行的卡夫也跟着脱下伪装，提出无声唱好的武器，二话不说就展开反击。同时，一直在强主家身边护卫的腰箭也放出昊天剑，随即加入战斗的行列。强主家带来的这一批人，全是伊悉心挑选过的精兵，个个身手矫健，上军根本打袂过因。无几个就被拍甲倒的倒，投降的投降。定九公眼看抵挡不住，便想趁着分钟，偷偷啊带着女儿为后方溜走。想未到，涂行孙早就埋伏在此，一交见定神局，便快卡快手的将伊绑住，带回周军的阵营内。定九公来不及救走女儿，只好带着一小队自己的亲信。自己逃命去了。于是周军这一方大获全胜，如愿救出卢车和黄天华。再来看定神局，虽然起初伊对于反叛上条归顺周国这一点显得相当抗拒，但在涂行孙的晓意大义之下，加上伊原本便对涂行孙芳心暗喜。因此，最终也同意甲涂行孙结为连理，当晚便成了夫妻。之后，定神玉接受涂行孙的建议，写了一封信，派人送乎定九公。这封信上除了分析当今的天下大势，说纣王是自作孽不可挖，聪明人应该远离伊之外。定神玉。经动之以情，说自己已经嫁予涂行孙了，却又无想为此甲定九公骨肉分离，并且成为彼此的敌人，想借此劝定九公归附周国。内容可说是文情并茂，看过的人莫不为之动容。定九公收到批，先是惊一跳。伊冷静详细分析，即马周国是兵强马壮，颠倒是家己这边只剩一挂老兵残将，两边若是拍起来，伊是稳输的。既然是安尼，何必得要自找死路呢？甲祖囝佫变成袁秀英呢？即几天后，
定求讲，果然来归附周国。孔子啊，嘛予伊天道的面子，亲身率领将领排队迎接伊。即马看起来，周国的实力搁再加一分啊！周王听到又搁有大将投降，伊非常的生气，派出叔父要去攻打周军。战事会出现什么款的变化呢？更加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看《红心本神之传说》老车的故事，咱下回再见。看计划，听重点，一起来聊哪吒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佩晨。土行孙看到旁边有一个妃子，长得比邓婵玉还要更漂亮，他就起了色心，脱掉衣服，伸手要去调戏妃子。没有想到，这名妃子竟然转过身来，一把把他抱住，嗲气嗲声地说：“好小子，你想对我做什么？”土行孙先是吓一大跳，仔细一看，天哪，原来这名妃子是杨戬变的。哪吒和黄天化打赌，姜子牙会派谁来救他们？结果两个人都赌输了，因为姜子牙派来的人并不是一名武将，而是一位大臣。这位大臣同时还当起了媒人，促成了土行孙和邓婵玉的姻缘。邓九公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他回答：“婵玉可是我的宝贝女儿，我很疼她的，更舍不得她吃苦，所以我希望可以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不但有丰富的结婚礼品、盛大的场面，还要江丞相亲自上门来提亲。”邓九公设下埋伏，打算趁姜子牙来提亲的时候出动敢死队，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姜子牙这边也做好了预备，看见邓九公有了动静，立刻挥挥手，随行的人马马上脱掉伪装，拿出事先藏好的武器，展开回击。土行孙埋伏在军队中的后方，看到邓婵玉跑了出来，立刻将他绑起来，带回周军的军营里面。邓九公来不及救女儿，无奈之下只能带着自己的亲信匆忙逃命。最后的结果是，周军不止大获全胜，同时还顺利救出了哪吒和黄天化。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三分钟聊哪吒，我们下次再见。心佛拢献花，玉皇大帝在天顶，地间诸恶苦众生，众生献花在民间，故事精彩代代传，好请众生来保庇，奉献本上帝。上界讲义气，义出高明是大道公，在真也叫做着公明，文在心有义感甲方便，威名八方是上帝公，八仙过海电神通，三清道祖是教主，主管三界化万物。你是上心爱拜祭，两手菩萨有两经，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寒山拾着真好合，亲像白镜古白相搭，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伊上解怕你落骨都大大，我欢喜什么拢不惊，先风也像老爹算盘，做好做歹伊谁知影，车脚大仙人望山，世间代志搁要定当。
人相爱拜妈祖，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因祖地富有险路王，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人生海海，做人爱实在，放空唔通侥幸来做歹。踏实地球将亲人保庇，予你无烦无恼。